好了，我现在啊，我现在把这个华尔兹对不对啊，弹一遍，然后转到巴萨诺瓦去 ，Fly Me to the Moon， 试试看啊，先弹慢的好了。你可以转来转去啊，把沙诺瓦弹完，沙华是弹完，
就是确实这种东西啊，你自己可以一直随心所欲的一直玩的，你有多少东西就玩多少东西这样的，这就是确实跟古典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样的。你所以人家说这个确实跟古典到底是有什么差别呢？古典的话，古典这样的啊，古典我根据那个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就是根据好像我们国内这个翟黑山那个年纪最大的这个80几岁呢，好像他是华人世界里面，他常常讲华人世界里面，他是第一个好像拿到伯克利的这样的。那目前好像80几岁的，我看他瘦瘦的，然后才常常在台北跟北，就是那个北京啊，常常兼客这样的。然后听说他还会那个还会溜冰了，80几岁还会溜冰。哎，然后他的一句话我还记得还蛮清楚，他说介石跟古典呢、啊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古典的话就是。古典呢、啊，就是你一定要照这个照谱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以前留下来的谱，你就规规矩矩照谱上，谱什么东西写什么就弹什么，这样的。你甚至于交响乐，如果加上一个电子合成音乐的话，只要任何有电子合成音乐或现代音乐那种，它都不叫古典了。古典就是纯粹就是以前那种完全就不掺杂任何电子乐器的，这样的。那所谓介石呢？介石他说包山包海啊。除了古典以外，什么都是介石，这样的。所以说，介石是这样的，你不要把介石想成的好像很的，当然是比较深。一般我们现在所讲的介石，好像就是哇，就是讲的很深的，比如说常常什么引声音啊，这个什么的啊，什么那个什么 voice 啊，这个就是配来配去啊，这样的，你搞的那个非常那个，他们就是那个好像。其实玩介石玩到有一种地步，那种已经太那个，就人家听起来也不是很舒服，就对，他太深了呢，甚至他们在玩的时候人家听不懂，那也玩起来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真正的好的介石就是说，你要弹一些很简单的曲子，那人家又听得懂，你确实又里面有变化的，比如说常常弹，比如说像《Autumn Leaves》《Fly Me to the Moon》这种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对不对？你全部能够弹，但是。你就弹一些，你就把介石的那种东西把它放进去嘛，这样人家就知道你的好坏了。你不要弹一些那个人家听都没听过，然后弄一些那种，然后把谱就调出来这样子看，那个都不叫介石。其实介石就是你随心所欲的这样子，用把那个很简单的东西你把它弹上去，把自己的有多少东西弹多少东西，就这样子。介石简单的讲，有多少东西你就玩多少东西，对。你说你只有小学程度，你也可以玩介石啊。你小学程度你就玩小学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你东西学问越多，你就越玩越多这样的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时间过得也蛮快的。我现在把那个同学问的问题啊，我再把它调出来回答一下。